龙王星变样，切！啊，你是什么人？我丁龙关中兵是公人，排行第三，名叫龙枪。阿弟，为什么要吃这么多囡仔？当然要吃回去，给老龙王叫羞啊！你敢？什么不敢？文化游园，这是精华版了哈，更完整、更精彩的内容，10月26号不要错过了，就在我们的新化国菜市场。而且刚好今年我们国菜市场满2周年，所以呢，我们配合活动呢，也会有很多一些的优惠券的一个活动哦，跟大家来做分享。同时呢，也要麻烦我们的媒体记者朋友们哦，在我们这3场，一个是在稻田，一个在盐田，一个在市场哦。